小姐请进来。见过夫人先生。好，我不是夫人，我叫孙贤。你要找夫人吗？是啊，干老你请他一声。请稍等。夫人来了。见过夫人先生。好，起来，起来。平时要谨慎着分，管你有话只管对我讲，我常与你说不清。是此时来，是我错怪了你；是此时来，是我当得了你。不妨是。冯小姐到此有何过？特地前来送书信。这封书信何人写？那夫人的妹妹林黛英。她不是被人掳去府中啊？终于无罪偏相信，你把书信交与我，我替你去托与那夫人听。这是我也想托你打封信，不知小姐肯不肯。是看信，看信十里洋，我记在心。这个看信要当心，不可说与那旁人听。测我的口，测你的心，你答应了去送，你要收信。答应烟雨返回，请说吧。唉，妹妹呀！哎呀，你在叫什么呀？哦，我是在念心经，你听啊。也在我和你可心啊，你就是同和你结了面，你的美貌像天仙，我父爱你实心啊，也没呀。
为大我你说的心是非敷衍啊也没样我是一见就忠心好像啊